초비는 항상 2인자란 쓴소리를 수없이 들었습니다. 라인전의 킹이었지만 대회의 킹이 되진 못했죠. 그에게 그리고 젠지에겐 엄청난 부담감이 있을 겁니다. 개인적으로 두려운 부분은 제가 저 자신한테 믿음이 부족할 때 그게 좀 두려울 것 같아요. 지금 제가 느끼는 이 두려움은 제 성장에 도움이 안 되는 것 같아서 해결하는 게 제일 나은 것 같아요. 제가 1999년부터 해온 수많은 e스포츠 중계 중 최고 단 한 경기를 뽑으라면 제 선택은 이번 DRX 대 EDG 8강 경기입니다. And the Nexus is in his eyes and he's gonna get all the inhibitor! Inhibitor is back up! No! The game was in your hands, Steph! It was right in front of you and the inhibitor spawned! 오랜 기간 동안 앞으로 나아가지 못하고 이제 항상 머물러 있거나 좀 뒤로 가는 듯한 느낌을 많이 받았었는데 And New York erupts! Zeka will not allow it. 여기까지 오면서 사라진 것 같아. DRX 아무도 그들이 여기까지 오리란 상상도 하지 못했을 겁니다. Nearly a kill and a scout needs to get the shot. Oh, the flash! 젠지는 EDG보다 훨씬 더 잘한다 생각하고 있어서 더 준비 열심히 해서 제카라는 이름을 잊지 못하게 만들어 드리겠습니다. 선수 인터뷰 때 우셨잖아요. 그 모습을 보고 저도 되게 울컥하더라고요. 어느 누가 언제 은퇴할지 모르는 나이가 됐는데 엄청난 서로 좋은 경기력을 보여줬으면 좋겠고 누가 이기든 응원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이 선수들의 정상 결전이 시작됩니다. LCK의 새로운 황금 시대의 서막이 열립니다. 협경을 제 손으로 한국으로 보내게 되어서 유감스럽네요. 초비를 저 팀으로 만났을 때 어떤 느낌이었는지 다시 기억나게 해줄게. My dance is not over yet. JENGI是在蓝色方进行第一局的 BP，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 BP 选择。 两边上来就直接把 大头给办了，然后 DS 这边还是挺针对甄姬的，一个猫体系的阿卡丽也没办。是的，Zeka的招牌，看一下女警今天能不能放出来啊？是，包括现在在卢仙啊，就卢仙娜美这个东西对于 LCK 的优先级已经高到了，甚至我感觉比夏天还要高。尤其是双人组更有自信的时候，就可以无脑选，是自己办建模。嗯。 两边的上单可能不会特别主宰这场 BO5 的走向啊，两个队还是主打中下的。现在男枪、猪妹、女警都在外面，放出来不少可以一抢的英雄。是的，尤其是男枪这个英雄，其实对于小花生来说，如果他能够拿到，他也是可以作为野核发挥出作用的。嗯，男枪、猪妹有可能一人一个，这两个打野不同的属性，但在这个版本里面都是同样很 OP。 是的，半女警了，还是搬了，那就男枪、猪妹一人一个。 看看甄姬这边先拿什么，塞拉斯，我先把你塞拉斯。对，主要双方中单都是塞拉斯，很强势的选手。而且他的思路就是，如果我拿塞拉斯，你不拿猪妹，我还可以塞拉斯猪妹直接一起拿。嗯，就我拆一下你这个猪妹塞拉斯体系。DRX 这边，在下路的部分没有了卢仙跟女警之后，双方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还是得抢猪妹，要不然猪妹跟塞拉斯在一边太强了。猪妹永恩也不错，都想操作呀。这个永恩有可能是 Zeka 玩的。我个人认为大概率是中单永恩。如果选的话，因为 Kingdom 的一个风格不太擅长是玩永恩这样的英雄，还是先拿沙皇。那就男枪塞拉斯。 亮了一下凯隐，破败王也有可能，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破败王确定了，可能还是想跟 Chovy 更多的打一些联动吧。对，男枪的话就是纯刷。
不想拖慢节奏。朱乐的经典维鲁斯啊，而且维鲁斯可以给这个几乎没有开团能力的中野补一些开团能力、哎、是就这个中野除了偷大有一定开团能力之外、嗯、剩下的主动性差了一点，青钢影可以抢、啊、嗯，青钢影可以抢，而且他拿青钢影可以搬鳄鱼，对，确实，而且朱妹青钢影太经典了，商业组合，对，大部分的队伍都是拿完青钢影在第三手直接第四手把鳄鱼一搬嘛，嗯，那反手看看要不要针对一下 Def 和 Barrel 的英雄啊，尤其是在八强的时候 ，Def 的依然是掏出过自己的伊泽瑞尔这个英雄，伊泽瑞尔包括寒冰，对吧？寒冰 EZ 这种功能性的都能出，得办一下，得办一下。对，因为感觉右边这个上中野已经不缺这个核心了，是的，上中野已经是非常稳定的控制以及先手，包括输出，包括后期 DX 中上都能接管比赛，哦、要冲阵了，把炼纳塔办了、嗯，办了一个反手英雄，而且炼纳塔加维鲁斯这个配合还是可以的，就是炼纳塔的控制跟维鲁斯能衔接，同时。因为炼纳塔的这个 W 给维鲁斯、嗯、维鲁斯追人的时候加移速，他这个走 A 对，然后他自己又抽筋，这个英雄是这抽筋的厉害，昨天我们是领教过这个组合的魅力的啊，确实啊，最后一手搬了卡尔玛，哇，那今天下路其实对于 DX 来说又要掏一点可能没那么常规的东西了、那 Barrier 能掏什么呢，这一把感觉不太好出奶妈这种辅助啊，先出一个女枪，等下掏硬辅了，其实在整个常规赛当中 Barrio 发挥最出色的硬辅、嗯、我个人认为除了阿木木、嗯、就是瑞尔，嗯，确实这两个英雄是他比较擅长和拿手的，感觉甚至可以拿手塔姆啊，这个阵容拿手塔姆挺克右边的这个组合的，甚至是需要开团的呀，手都比较短、嗯、看看怎么说塔姆的话就是保一手盯防一下青钢影的进场、嗯、青钢影朱妹包括可能 Barrier 会选择一个硬辅吧，我觉得都会被塔姆克制，嗯，那上路可能又要纳尔了，就一般到多兰这儿你玩什么、要不来个纳尔吧，我觉得哦对，今天要操作是多兰，今天要激进、哎、在这种半决赛我觉得你不能怂的，得拿这种激进的，最后 Barrier、哎、选到了奶妈呀、啊、自己手感活着的奶妈，奶妈这个现在确实打塔姆、打塔姆好打，很舒服。嗯，但奶妈这把有一个小问题吧、哦，我觉得拿到奶妈这个下路两个人有点容易被抓，就补刀，就补刀。AD 带个进化辅助，带个治疗，补刀就完了。但一般就是奶妈打塔姆，你是要追求推线打线优的，但是推了就也怕被抓，所以只能推了跑。所以就说这个下路今天看看在对线上面两个人是怎么平衡这个压线和预防打野 gank 这一点吧。嗯，但是奶妈这把还是比较能够克制到真理的一个上中野的，上中野毕竟都是这种短手的进场英雄，奶妈的这个沉默还是有一定的克制作用。DX 这个阵容感觉非常全面啊，手很长，然后每个点对线也没什么压力。上路这边的话 ，DX 上野联动更有主动权吧？是，嗯，感觉 DX 现在打这个淘汰赛之后，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下路一定要拿这种线优的辅助，一定要推线，就打 EDG 也好，你看打今天真姬也好，是我就是拿这种推线的。就让 Barrier 打得舒服，而且就像之前在八强打完之后有复盘的同学做的那个复盘一样、嗯、他们的主要思路就是让 Barrier 更快的收集自己工资装，是，然后让这个眼识更快出来，通过视野的领先来打这种视野优势的团战，是的，但这种前提下都是要辅助，很多时候要拿 counter 位、嗯、然后对线会让他自身会发挥出来自身的优势，而且你要线优，要去摸塔，推线、嗯、你不摸塔你是进化不了工资装的，最基本的是得摸人，是、哎、是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目光的焦点就要放在上路多兰和 Kingdom 两个人的对局上面，尤其对于多兰来讲，其实在整个一年当中吧，大家认为他可能都是真迹相对比较薄弱的那个点，那今天在半决赛的第一局直接拿到菲奥娜的情况下，看看他能否对上 Kingdom 的青钢影打出一定的效果，下边的话是 Dev 的进化 Barrier 的治疗，左边真迹这边的话是点燃加治疗，两边的中上都是带了 TP 啊，先攻塞拉斯，嗯，打这个沙皇，这把 Zeka 是一个征服者，感觉左边可能手比较短吧，嗯， Zeka 是带一个征服者打一个团战，而且这一把就又要说到咱们刚刚在整个进游戏之前在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这一把我看起来小花生又是一个偏劣势的野区、嗯、因为他的中下会一直被推线，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小花生怎么规划自己野区的打法，我觉得得反蹲，或者说对方压线压比较深的时候要尝试 gank 一下，或者就是他自己那种他设计一些比较独特的开野路线吧，这里多兰的复系也是带了经典的这个法兰游戏代加焦灼、哎、这个剑姬现在非常流行这一套，感觉带复系点这两个天赋的话对线特别舒服，
又能补蓝，又能打消耗，是各种消耗。嗯，哥的开发，就这个东西感觉就是赖线无敌的，配合一个这个不灭。哎呦，一级这个舔到小兵上了。嗯，看奶妈第一个技能哦 ，Q 到了 ，A 一下，再 A 一下，走位被逮捕了。中路还是有点推不过沙皇的，上路 A 一个弱点。所以就是中下一定被推线的情况下，看看小花生怎么规划自己的野区打法。之前很多打野会选择就是这样的沙皇，他下三片刷完直接抓波中，嗯，就硬抓一波沙皇，消耗你一波。对，但是超伟这边被戳的好难受啊，一级就戳了大半血了。这个算是 LCK， 我觉得中生代的代表跟新生代的代表中单，是吧？两个人在四强在会面了。哎呦，还在戳。这沙皇主要征服者戳起来太带劲了呀，是，再加上带仙宫塞拉斯打这个沙皇，你仙宫有点难触发，本来就比较被动，对，他这个是比较贪的一个带法，嗯，他希望中期打团跟带线的时候能够有最高的收益吧，对，就完全舍弃前期的一个对线，对，抗压就完了。而且他如果能偷到像女枪大或者伤华弹之后 AOE 技能，他那一波对仙宫的提升还是蛮大的。嗯，但左边这个阵容感觉好难开起来啊。是的，左边这个阵容被动吧，他最大的优势还是要剑姬有优势，这阵容好打一点。是，就这阵容剑姬没优势，感觉左边这个阵容真姬这个阵容就没那么好打。可能第一把也是教练想试一下多兰今天的成色，对，试一下强度，看一下他手感好不好。嗯，包括看一下你跟现在进化了的听阵对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对吧？今天对于两位的上单选手来讲啊，他们也都是各自的这个半决赛新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两队中也有过打决赛，也有过拿冠军的，对吧？嗯。但是两队的上单还都没有机会来到世界赛非常靠后的赛场。这个探照果实没有探到 Pusik， 但是他想绕世界过来还是挺难的，这个眼位插的挺刁钻的。他可能等下个 QQ 到那个草里吗？绕到那个草里之后被发现了，还是看到了。对，啊，这个眼位放得很刁钻啊。是的，进草的一瞬间还是看到了。嗯，小花生来反推了一个兵，看看这边会不会打出一个闪现啊？一个E技能过来，W想挡一下，交闪现还是打出闪现了？那这样的话，兵他的兵还要打吗？拼个一个二郎腿扫一下，算了，打不起来了。感觉多兰有点贪那个兵啊。但我看到是那个小地图上，看到猪妹之后，小花生骗了一个正在路上，我估计是两个人有沟通，想说你卖一下，对，你卖一下，咱们看看。但没有想到拼阵的操作比较精细，他是钩锁骗劳伦特星野刀，但没有撞上去。是的，星野刀如果撞上去的话，第二个四肯定要出事。对，如果能控到，对吧？这个 W 能挡到，可能有机会反打。对，嗯，都在博弈啊。而且青钢影打剑姬，即使你没有被挡到，但是你被他减了那个攻速，你其实也很难打过。对，只要那个 W 能够挡到人，基本上就是对拼打不过的。哎呦，沉默，这反应也太快了吧！也有可能是巧了，就正好想看一下草。这个因为反应太快了，这是大概0.1秒吧。是，直接给打断了。但奶妈这沉默确实也没有抬手的一个时间吧，很快。就这个技能在很多职业选手手里是必中的，嗯，就他不太会控。嗯。小花生过来掩护推线，舌头短了一点，金娜过来把眼排一下吧。这边入了身上是三把长剑，感觉塔姆想舔到奶妈还是挺难的。再射一剑，但这个对线上来讲，其实真迹做的是挺不错的，挺好的，一直在卡钱，但是补刀没被压啊。嗯。而且中路超位通过第一个 TP 回来，这个补刀也完全可以接受啊。嗯，可以接受。打沙皇10个刀以内吧，我觉得都算是能接受的线。嗯，超位的基本功不用担心。哎呦，上路打得好啊，这把。主要剑姬这种天赋打青钢影太舒服了，不灭加法力游戏再加焦灼，这个消耗起来有点无解。但我觉得这把青钢影配合猪妹这个先手 DX 的阵容还是更主动一些吧。嗯，所以就看这一手塔姆的发挥了。毕竟塔姆是全游戏中最克制青钢影的英雄啊。对，是。
你海克斯的通牒可以被吃化解，所以这 DX 上野我觉得如果三打三二打二的时候可以主动尝试，然后五打五的话我觉得 DX 可以保牌打，可以拉扯，因为他这个双 C 手也挺长的，手长对吧，沙皇的沙兵包括女枪的一个大招都能洗很远，是再加上有一个奶妈的存在嘛，哎，你第一波如果打不过就直接靠奶妈奶起来，所以感觉阵容上 DX 更全面一些吧，现在看起来奶妈有点这个弱化奶妈的意思，想包一下哦，跑得很快，但这边 Pusik 可能会被逮捕，哦，应该要给大招了，打准想挡一下，也追不上了，是猪是一个向位猛冲嘛，是触发了这个元素加成留不住了，白瑞啊完全没有想法嘛，给一个 E 技能拿到了，这边感觉纸地有点危险，给一个治疗，有一个闪现过墙的机会，漂亮，这边没有任何的问题，给了一个双招，啊，这波是觉得对面奶妈应该回了，所以想硬把那个线推进去，毕竟这个线卡在这有点难受，说实话是的，他是觉得这个如果是奶妈是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应付吧，他都不会推这波线，是他就觉得奶妈留不住我，对，但这个奶妈的意放的还是挺精髓的，主要是奶妈回一半发现 Ruler 太急了，对，就太往前压了，本来他都不想管 Ruler 的，是的，他感觉想回家的，没想到 Ruler 想去 PK 啊，自己搞出了自己双招，那这样可能会影响一下先锋啊，嗯，先锋的一个节奏，毕竟 AD 没有双招，都有直接来了，知道你没闪，在这个位置下来看到一个六级的塔姆，要留吗，闪现直接被钩索撞住，最后通牒塔姆应该要死了，走不掉走不掉，哇，这有点像昨天六九哥那一波呀，是直接走下来利用大招干可一波，经典的八分钟游走下路干可一波，他这波好赚呀，自身拿了一个一血啊，哎，还有 TP 啊，在机上了。King 跟这个 BO5 第一局上来就立功了，但是多兰这边应该是要配合队友打这个先锋了，止下损吧。他觉得上路那个大线卡在那儿，哎，蟹抢到了。现在这理解真的是层出不穷，就是你看设计师不让我踢下路，哎，我走过去，我走过来抓完我踢回去，踢上路。左边 AWS 给我们带来了实时的经验面板啊，这个时候 Z 卡跟超位的经验还是领先比较多的，尤其是现在中路 Z 卡这个位置对线打的是很不错。好灵性啊 ，King 的这波游走，就设计师的思路往往还是赶不上职业选手不停的优化，对吧？就不停的去适应版本变通嘛。啊 ，Ruler 想再试一件，刚才抢到河蟹，有手感了，这手感太难了呀！这边是大惩啊，直接沉下来了。就这试到了，说明对面打野有问题，是的，不是你自己抢的好。现在奶妈应该也快到达一个六级了，现在感觉真迹的。也没什么太多的节奏吧，还是控资源去打，而且下路很难受啊，所以那波 AD 被打出双招来，那塔前的这波兵线被卡了快两分钟了，然后这把 DX 我觉得他们在红色方能选出这样一套阵容已经是很舒服的了，很舒服对吧，我版本 OP 的英雄也没放给你，然后我又拿到了一个很有主动权的阵容，包括几条线的推线，中下吧，中下的推线情况也很乐观，是尤其是觉得拿到猪妹了吧，猪妹感觉在 LCK 的一个打野地位里堪比男枪，甚至比男枪还高，而且我觉得这一切也得益于中路 Z 卡正反手，就是我用塞拉斯打沙皇我也能打，我用沙皇打塞拉斯我也好打，然后你还不能放我阿卡丽，就完全是因为 Z 卡这三板斧把这个 PP 给弄得比较舒服， Z 卡这绝活太绝了，他这几板斧直接扫满了，扫了一半血吧，兵线也清了，这波应该回家了，两千块钱身上，S 这上来打得好呀，然后真的这个阵容，散皇觉得他们什么时候能主动跟 DX 打呢？就感觉挺难的，这阵容不好起节奏吧？是还是太难起节奏了。而且他们如果打先手，对面还有一个奶妈，有个沙皇的墙，对吧？我感觉我看了两圈啊，我看一圈感觉很难打，看了两圈我发现需要超位去看，就超位偷猪妹的大或沙皇的大，然后尝试。去找一些机会，要不就只能维鲁斯开了，来维鲁斯可以开，但维鲁斯这个开太慢了，对于职业选手来讲就会被躲，很难被开的，对，很难开的，就除非你真的算得很死，对面没闪现，对你闪现，对你闪现开，对，但目前 DX 这边闪现都很难被打出来啊，第一条龙也是被 DX 控到， Barry 现在动起来了，两边的中单这个基本功都是很扎实，这次 LCK 四强的三名中单选手这个五刀都非常扎实，对，都很好，直接顺势换线了，把这个双人组往上路调，
而且这一波小花生可以过来直接放这个先锋，然后看看有机会抢一个上路的一塔。毕竟中路有沙皇坐镇，这个一塔没那么好抢。但是 Barrio 已经提前一步预判到了对方的位置，嗯、是小花这位置可能会被开一下的。嗯，两边在等，在等，一墙之隔，塔姆来了，他才敢进那个草。是，但那边的话真有一个人数的优势啊。Zeka 如果不来是一个四打三哦。但 Barrio 很灵性啊， Barrio 这波直接选择了从下路就回家来上路帮忙防守。是，而且 Barrio 在旁边的情况下 DX 清兵就好了。现在感觉这个奶妈确实挺克的，你也不敢去打一个先手， Pinat 在旁边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啊。对，而且 Pinat 直接发现这一波就算放先锋这个塔有可能推不掉、对，绕了一圈还是再去刷一波吧。那逼的是超位去下路补线，然后只能踢回来，还要防守自己的 F6 迪卡，能拖两个小的，大的应该是没了。嗯，拿了三个小的，这把就比较看甄姬的运营对吧，感觉这把如果通过打团打的话是挺难的。刚才两位也分析了他们的先手能力比较有限，然后也会被对方反制，直接放先锋，听到他拉扯了一波又回到上路，还是把这个先锋放了，终于是赶到了奶妈走的时候把先锋放出来了。嗯，像先锋撞完差一下下，嗯，皮亚特在塔下也不敢点这个塔，先锋被处理掉，下半区一打一打了一个闪，多兰面对曾经的队友 Death 是毫不手软啊，嗯，多兰这波还可以，逼了一个闪现，对，他刚做出神分，他还裸了一个神分，嗯，这段时间上单一般都逮着 AD 随便打的，这把、这位置不走要死啊，这走不了了，减速到奶妈给口治疗，有机会吗？打着被躲了，但是多兰这边没有被换掉。多兰站出来了，这波很极限啊！哇，他是最后打破那个弱点，回了一波血、然后凭借着神圣分离者以及打弱点双重回血锁住了。Depth 有一点点小看了多兰的伤害，是刚才一瞬间感觉多兰要先死的。而且 Depth 好久没回家，他身上很多钱没把这个饮血做出来，其实有饮血是不怕这个剑姬的，这波有机会给点掉。哎，马塔应该点了，是。那甄姬还是找到机会啊，在上下两路通过自己的 AD 以及上路的剑姬这个点找到机会打开了局面。这波换线比较精髓，就甄姬还是发现这个对线期下路吃亏了、直接选择把下路线往上换，是配合先锋。感觉 Depth 如果他觉得上路压力太大的话，他可以回家直接上去上上去的啊。主要他这波被打了个闪还不走，是有点就是贪了，有点想太多了。对，没有想到多兰这么果断吧。有点小看多兰了，对，进化解了这个E技能的减速，但依然被硬伤害灌死了、而且你别说最后这个弱点要不刷这儿好像至少会被换、是，对，正好去 Q 一下还能出塔，这个其实挺伤的、因为这一波其实甄姬没有太多的机会能打开这个局面，正好多兰找到一个唯一的机会，再加上直接把双招打出来了，对于 Depth 的女枪来说有点难打打团、看一下这波龙团吧，剑姬是踢到上面了，那这个位置龙甄姬还有点想接的意思，让剑姬徒步过来赶，超位在下面动兵线，龙已经在被开打了，第二次这边所有人挤在龙坑里，但是电龙打人是非常痛的，双不掉接团战啊，皮亚特就在前面，来看一下皮亚特在自己的茫茫焦土里，龙回到了龙坑，这一箭射得很好，大招大到了猪妹，蔓延过来，猪妹一个大招给他骗的，骗的被塔姆吃进去，而且这个时候超位滑到了龙坑里，第一波被拉扯开之后，龙先被猪妹吃掉，沙皇一个推，只推走了骗的，骗的隔墙斩没有斩死，剑姬军塔姆一个顶顶了两个人，二段前路拉到 Zeka， 这波团战应该真姬是要接赢了。哇，这波真姬拉扯的好漂亮啊，维鲁斯的大招，包括侧翼超尾这个骚扰，塔姆的吃。就每个点都算到了，是这拉扯的太完美了。虽然龙是被 DX 惩掉了、但是在打团的第二时间进场上，因为有一个塔姆的存在，所以 DX 有点第一波技能全打空了的意思。哎，连招带避，超为 AD 了一下。这波团战，我觉得如了他提前打得太好了，太完美，他的剑也射得好，大招也是很完美。是的 ，Q 技能各种 poke， 然后大招一个完美的先手，逼迫 DX 反手。其实这波团战，我们从上帝视角看，应该是 DX 好打一波团，但是甄姬真的拉扯得太好了，而且这一剑加一个这大招，白惹被射了两天之后，作为一个奶妈也没什么状态了。塔姆吃的也很好，Zeka 推的不是特别好，对 ，Zeka 基本上算是空大，因为他想反推过来之后推走的，反推走的。他反方向推了一下，是的，很尴尬。真的打得好耐心啊，这个他们的顶也很漂亮啊。然后等你所有技能交完，再上前追击收割。塔姆这个英雄其实对于
LCK 的队伍来说吧，他们都太懂了，特别是对于甄姬以及他的前身来说，这是刻在 DNA 里的。那确实，这个英雄对吧？招牌杀戮组合啊。就甄姬是为数不多的，之前有几个赛季天天会选那个 EZ 加塔姆，真的好 DJ life 直接来个那个塔姆，菜单死的组合。对，然后 Rure 来个 EZ 塔姆，他这几代辅助玩塔姆都有一手的。是，嗯。而且这一把确实甄姬，他运营节奏也很舒服吧，包括换线、转线，在边线的一个击杀。中路也是直接放先锋了，直接逼中路。现在来到甄姬的进攻回合了，可以直接推掉，节奏有点快呀。是，我觉得还是那一波换线吧，直接把这个节奏给盘活了。主要这两波节奏 ，Deft 都没闪现，他的站位只能往后靠，没有人清兵了。Kingsen 在绕，但这个位置塔姆依然是马上有吃的，所以如果绕的话，可能也开不到。又是风龙，这两天感觉全是风龙啊，确实。而且甄姬这个阵容到中期打大龙的速度是很快的，这种攻击特效流的维鲁斯打大龙非常的快。现在维鲁斯跟塔姆站中线也是很经典的啊 ，LCK 的运营这个组合站中线又能推，然后又能保，进可攻退可守，还能尝试先手。我觉得主要的这把的转折点还是下路那个单杀，就是让 DS 很被动。就那波当时应该 Deft 找机会避了去上守一塔。对，就是那一波的结果是上下双亏。我们一般讲英雄联盟半途游戏，你一路亏，你另一路起码要做点事。但那一波是上路又被推，下路又推。多兰 W 挡的还可以，身上有闪现吗？没有，差五秒钟可能大招给上了，那多兰可能有点危险啊！又被猪头逮了一下，二级的击挡，哇，一个鞭子甩死了。闪就差一点，你看刚刚转好，是就差5到10秒钟，很难走啊。但美中不足的是，青钢也没拿到人头。是这个终结给了猪妹，是影响不是那么大，只能说这个人头，因为现在还没有地图资源嘛。而且猪妹拿头，就像小黄说的，稍微差一点。毕竟你一会儿单带一打一的，还是青钢影打这个剑姬，边路得支棱起来啊。是，一家选手给到 Ruler， 现在 Ruler 的发育也是非常良好。现在有个塔姆保他站中线也是很安全，马上鬼刀就出来了。等下刀小龙吧。但感觉这个阵容真的，因为又是风龙的情况下，甄姬对这个龙的争夺欲望就不会那么高了。可能在一会儿大龙刷新，比如下条龙的时候，甄姬又会选择去逼大龙，然后逼你过来打团，或者直接抓大龙。这把两边的阵容也不怎么吃风龙，是对吧？你要硬说，可能就剑姬收益会比较大，他开个大，跑得很快。DS 这个阵容的话，拿到风龙挺舒服的，因为本身就需要拉扯，可以拉扯一下，对吧？对。哎 ，Deft 这个位置再往队友的身边靠，但下面超威已经是单带带掉了这座一塔，上面 Zeka 也单带一座塔，两边还在换经济。那你说打着打着，这 Zeka 补刀就是要落后三十刀。但中塔中线上了之后，朱乐直接把二塔给点掉了，这很舒服啊。上路的话也没人守，没有 AOE 的剑姬这里。那下路，哎 ，Deft 在这边想断一下兵线，有点意思。哦 ，Deft 这波断线挺灵性的，因为他如果不带这波线，一会儿小龙刷新的时候，中线是必被推过去的。想动多兰，现在 W 还没有出手，想再等一下，先把塔推了就走吧。但是下路的话，也是同样甄姬的中野推掉了 DX 的下路二塔。这个小龙 DX 还想回防中线，想去看一下小龙啊。哦，这波 Deft 的断线有点灵性啊，他这一波断完线，队友支援过来，中线正好是优势的。对，那顺势可以用这个中线推一下中路一塔，而甄姬要被迫回防的情况下，龙区的口子就让出来了。两个队都在打运营，打兵线。是的。这波有点子的，他这个断线有点子，主要有过量治疗，再加上 W 被动，跑得很快，不怕被抓。然后银血剑也保证了扛兵线无所谓。是，但这波塞拉斯装备很好啊，这波 DS 不一定打得过了。塞拉斯已经两件套了，他刚拿了个边路的二塔钱。甄姬这边现在还有点怕对方往大龙去靠，看样子好像要让了。DX 并没有想动这个龙，确实封龙魂吧，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争夺欲望。主要 DX 双 C 感觉就差点装备吧，有点穷。对，两件套过后可能会接正面团战。但经济因为刚才那两波推进，甄姬已经领先到4000多块了，差不多6-4开吧，感觉甚至还要高一丢丢。还是要看边线的情况吧。对，这把这个剑姬如果单线能再打过青钢影，那可能真的要到70%了这个胜率。
两边现在都在玩运营，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打团的理由吧。而且真迹这个阵容，他做视野纪律性只要比较强，就永远是塔姆跟着做，你也找不到机会。虽然你是有猪妹加沙皇这种组合，但只要塔姆跟着，你开不到任何人。破败王又是一个本身野区有大招就挺灵活的英雄，嗯，感觉两边真打不起来，除非青钢也加猪妹同时动手吧，要不然真迹这边应该是死不了任何人的。是的，或者说、如果塔姆太靠前的话，就开塔姆，或者把你塔姆沉默了，直接搞了个鬼叔，厉害第二件啊。还是这首塔姆选完，我觉得真迹这个阵容就比较舒服、到了熟悉的领域了。这首塔姆选完，这两边辅助我觉得选的都不错，主要是把真迹的运营节奏很舒服。 Barry 过来打断一下，两边现在对大龙出的视野是比较的在意了，二十分钟，但是感觉这把是一个持久局啊，因为风龙魂确实两边没有很强的作战欲望。是的，而且两边后期都有接管比赛的人，都有东西啊， 对吧，这个上中也打起来，后期不好说的，守中线。嗯，现在真正能打破局势的除了打龙团就是抓边，就是看谁能抓一波边，但两边的上单因为都偏下线带，所以抓边会导致另一侧大龙很难守，这个短暂的带下的时间里双方也不太会攻击下路，那就是对着发育、对着发育吧。主要 LCK 的内战打起来他们基本都不给机会的，是你很难说找到对方的一个失误，就很考验耐心。对，这个时候真的是拼耐心。而且他们联赛里的一个打法来讲，其实真迹已经是今年整个 LCK 最血腥的队伍、尤其在夏季赛他们的场均时长和血腥程度都非常的夸张了，但依然他们保持这种纪律性比较强的打法，以及就是在小优势的情况下他们不太愿意说通过主动出击继续累积优势，而更多的还是通过对地图资源的设计和运营来打一波团，就有了局面优势之后推线，然后做视野看逼对方犯一些运营的失误。对，包括就是通过运营压进视野之后、通过吃这个野怪和被迫让你露线来拉大经济再打团，就慢慢蚕食对方。对，可能我看很多 LCK 队伍，就他们心中啊，他们是认为领先到一件左右装备这个团战是比较稳的，就是打起来、他们会认为这种是主动出击比较好的、那如果在没有说真的对位领先一件左右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莱卡这边在往这里靠，塔姆在靠，这波如果动的话可能会出事，还是比较稳。多兰只要 W 技能不出手 ，DS 找不到机会。这把双方的辅助的支援都很灵性、我觉得这把剑姬选的真的挺好的。首先对线确实他这种不灭剑姬打青钢就是好打，然后在单带端也不容易被抓。而且这把打团因为有个塔姆嘛，他就算第一时间冲进去，只要队友别给他太大的压力，塔姆是可以吃他的。但在这个舞台上，你必须得突破自我，对吧？你就得拿，你得进化呀，你就得进化，你不能让对方给预判你的一个 BP 走向或打法风格。那你以为我要拿坦克，我出个剑姬啊？你慌不慌？而且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 BO5 第一局拿成了，这个就是五局 BP 的优势，秘密武器了。输了，那咱们就准备别的套路，对吧？就想拿一些就是新东西的时候，最好提前拿。你整第三局拿完丢了，那得有大心脏呀！就像上个 BO5 戴夫的在被拿三个赛点的时候拿的这个德莱文，是心脏很 对，就很有非常有勇气。真迹这边全员基本上都两件套了，这个时候打团起来，其实真迹是有装备等级上的优势的。一分钟刷风龙。感觉 DS 想要赢团，现在因为装备已经处于劣势了嘛，可能真的需要非常漂亮的拉扯，而且至少得打两波、他们上一波还是太 all in 了，猪妹大跟沙皇大跟女枪大都被那个塔姆的吃给顶掉了，而且目前这个走向 DS 还是没那么想正面争夺这个风龙的，毕竟自己两条小龙，这个龙魂可能如果双方都很有耐心的话，这个龙魂得到四十分钟了，可能是的，也不急吧。对，这主要 DS 也没有理由打团啊，经济5000块吧。是 AWS 这边也是从最开始你看十多分钟的时候持平，到现在给我们带来了领先4970了已经。大龙的位置 ，DS 这边想卡一下这个位置，但要开了，大招命中猪妹，猪妹回身甩狙甩空了，猪妹直接被融化了。来自维鲁斯的先手超威闪现打大猪最脆弱的奶妈、奶妈也被秒。真迹突然发难，又是来自 Ruler 的先手。哇 ，Ruler， 那这样可以说是来大龙了呀。这两波关键团，维鲁斯这个大招太果断了。这一波这个 Q 这个也是忙中出错，闪现也没招，大招也甩空了。哇，
关键是超伟闪现最后通牒、Barrio 即使交出闪也被最后通牒给盖住了，偷了个青钢影大招直接盖 Barrio。剑姬的一个双 C 的先手啊，剑姬这个确实强，而且中路直接 TP 保线，不给任何机会，是风龙也收了，而且思路非常清晰。那结束了，这一下仅仅拉开到八千了，这一波大龙再推推二塔，推推高地，感觉一万了。而且你看，他就是瑞领先一件装备，就这是个信号，可以打，是，好果断啊。卡视野了嘛，在草里有一个针眼，他知道没视野，但确实猪妹这个位置也高估了自己的坦度。超伟也很果断啊，从侧翼里杀出，直接一个偷来的青钢影大招盖住 Barrier。 哇，这一波先攻也偷了109，双影。这波 DX 本来是想就放小龙，然后做下大龙视野，也没想做事的，但没想到入了赶过来，卡了一个视野放大啊。那个时候 Pilsk 如果更谨慎一点的话，他是比较容易反应过来的，他闪掉，感觉他也不太谨慎。就他的心理状态可能觉得啊，对方可能是不是在下半区拉小龙呢，也在猜测。这波机会给完过后，这整体更被动了呀，这就有点打花了，打花了。主要这个大龙也可以帮整体进一步的扩大领先优势吧，想逮 Ruler， 但是雷恒的过来能保下来吗？给一个大招吃进去，交一个 TP 来自于剑姬的 TP， 然后这样的话青钢影一样被卖了呀。偷来的哦，这边剑姬是戳了吗？戳完一波弱点之后也没有杀掉 Pilsk， 超伟又来了一个永生没有盯到，但是减速到了，超伟是拿到 Barrier 的人头啊，可能会尝试推上路二塔吗？继续推上路二塔吧，主要这个塔姆太稳了，这塔姆真的是没有任何机会，你在落后的情况下，你每每看到 DS 想动手的时候，你看到雷恒的一个深渊潜航就在附近，就你感觉 Ruler 的位置已经有点危险了，要按照正常的 AD 思路来说，但他毕竟身后有塔姆，这把塔姆的位置也很关键。这真的是祖传的体系，这套感觉好熟练啊，而且下路打得好，这把其实真的是下路两个人打得好，多兰打得也多兰打得那波打得很好，对，懂你意思，这把确实这把确实感觉下路这个点Ruler 每次这个大招先手太果断了，是的，这波对面过来包的时候塔姆就已经在附近了，听阵也退不掉了，听阵这位置真退不掉了，他退他也要死， Ruler 还有大的，有点难以破局了，这种就属于勾手挂墙上，我已经后悔了，但是没办法我已经踢出去了。而且超位两位一直盯着 Barrier 去开，感觉思路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奶妈被开就很难受。预判了一下，吃回来进攻吃，进攻吃吐出来，交完闪，维鲁斯这边三剑加一个穿刺，哇，维鲁斯的伤害已经是看不懂了。那感觉这一波有可能一波啊，花生玩高兴了。皮娜的变身一个青钢影也踢了上去，再扫一下，先推下路水，又是大招。两个大招命中，偷来的一个猪妹大沙皇直接被秒了，奶妈没有救起来，完了这波 Pilsk 也要倒地，维鲁斯拿一个 double kill， 直接要杀到泉水里了， Barrier 也倒了，这把感觉真姬打得太出色了。而且他这个阵容选了，我们都在讲这阵容并不是一个特别主攻的阵容，但就是凭借着游戏的理解和拉扯，把真姬一点点蚕食到对手，然后突然发力，操作也到位，凭借着交出闪现把 Death 的人头也给拿到，那12-2的人头比，真姬以巨大的优势先下一城，在 BO5 的比赛当中1-0暂时领先，很平静，毕竟刚赢一把，刚赢一把，这个平静也可以理解，只赢了一把嘛。但必须得讲，就是在 LCK 内战当中吧，我觉得可能一点点的这种失误和一点点的机会都会被慢慢的通过滚雪球转化成一个巨大的劣势。